好的，欢迎袁晓。首先请教马瑞一个问题。那个袁晓年纪很小，才25岁，但是我感觉他抹的这个口红很深，有一种高冷的感觉，这是什么风格？这种口红的颜色呢，如果在求职现场应该就是死亡禁忌色，就是为什么呢？这个颜色是最不显肤色的口红颜色，所以显得整个人是特别丧的颜色。对，所以就是谢谢。我只是好奇啊，袁晓，我只是好奇，因为我觉得你抹那个很深色的口红有点高冷，有点远距离的感觉啊。袁晓啊，毕业多少年了？有1、2、3、4、5年了吧。现代舞专业，喜欢跳舞是吗？对对对。在大学时间有没有做过代课老师，或者是做过商演？做过很多。我上学的时候一直是在做这些，从自己一个人去代课，然后加商演，然后后面带着我们班的同学们一起去接这些东西，到后面自己去带队接一些车展呀之类的。你是四川哪里？我是四川巴中的，我们家是在大山里，我的名下有3座山。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啊？我有2个姐姐，然后我是老三，我是最小的。考出来挺不容易的吧？我是家里边最小的，所以可能也比较惯着，然后我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就能够学到什么专业。虽然说家庭条件不是那么的好，但是还是父母还是很支持的。但是我大姐二姐可能会比较比、就是、你们家条件应该会比较条件应该很好啊。你刚才说你们家有3座山，你名下有3座山。可是如果这3座山要是在北京的话，那就特别完美。我们那边我们家的山是在我们老家，那是真正的山，其实还没有通路的那种。你们家有矿吗？有3座山的，这是什么个逻辑？这我觉得可能我们老家，就像北京人会有名下至少会有一套房一样，就是老家国家给分配的分的吧。我想问一下，你两个姐姐也是大学毕业吗？我二姐是大学毕业，然后她是学美术的。我大姐现在是读博，还在读书。在你的老家，应该也有一些重男轻女吧？其实我们家我觉得就算是一个，要不然也不会生3个闺女。那为什么没有生到第4个呢？生不起了吧？对，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我也问过我妈呀，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们三个都问过。冒昧的问一个问题啊，袁晓，您是原生家庭吗？不是。和家里生的都是3个女孩有关系吗？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吧，但是我妈现在就很庆幸啊，她经常跟我们说，还好我那时候生了3个闺女。嗯。她很骄傲的。什么意思？就是，sorry， 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离婚，是因为我爸爸那边，他们的哥哥姐姐觉得我们家生了3个闺女，然后她是他们家的独苗，所以就在中间就离婚了。但是现在我们一回老家，就是可以说我们那一个整个村子里面都没有我们3个有出息，我们可以这么说。然后他们家现在也开始对我们有一定准。所以说其实母亲带着3个女儿非常苦。对。但现在找了一位关心她的男人是吗？我现在那个爸爸非常非常的好，对我们姐仨也特别好。爸爸是在北京是吧？对，他是一个北京人。哎，那这么说来，你母亲真的很厉害呀！你想想看，生了3朵金花，然后一个人独自带大，还3个人都是大学生，还有个博士。真的一点不吹牛，我觉得我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我大姐他们上学什么，全都是我妈一个人。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我们农村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可能到我们这个时候，现在孩子都满地跑了，但是我妈那个时候就从小给我们灌输的这个理念，就是一定要好好读书，必须要独立。所以也很感谢她。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妈妈说的吗？在镜头前。妈，其实我今天特别想带你来，因为，但是昨天过来的时候发现涂磊老师不在，所以我说算了吧，因为我妈是涂磊老师粉丝。那先今天，真的一句谢，多少句谢谢都没有办法表达我心里面的感受，真的。好。
袁晓，我对我刚才上台的那个举动为你道歉。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他为什么会今天涂这样的口红的颜色会上台。有没有发现女生在想强烈表达距离感的时候，口红颜色会越重，而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人在最无助的时候，口红的颜色是最浅的，是你的嘴唇是没有色的。所以刚才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也会更能理解你，你也是希望可能通过这种距离感营造一种很高冷的感觉，但我觉得你的内心其实很柔软的。谢谢对不起对不起，没有，其实刚刚您说完了以后，我心里还在想，哦，学到了。但是我自己平常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涂深色的口红，就是我就是喜欢而已。其实口红是一个女人的武器，当你想让自己有距离感强势的时候，最简单的就是涂一个深色的口红，立马别的男人就拒你三尺之外。学到了，怪不得。然后我今天还有一个，就是求职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我的男同事或者是接触到的男生会多一些。想找他，你想找一个男人是吧？这个我觉得男性。我们公司比较多啊。我其实挺好奇的。我们公司有很多又高又帅的男生打篮球的教练，而且我们就是球男，我不喜欢篮球教练。程序员。小叶，他不喜欢篮球教练。对，我们有很多那个专业素养的这个男生都是理工男啊，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研发的人员。我觉得好看的男人很多，但是啊不，你放心，他们都不太好看，对。而且他们都那个袁晓啊，头发都不长，是那种长得又好看又有内涵的，就金融圈挺多的啊，金融圈周围还知道这个。我可能找男朋友的话，看感觉会多一些。比如台上包括涂老师六种男人，比如说那这六种男人当中，你最喜欢哪一种类型？除了我之外啊？为什么除了你之外？因为你知道，我能感受到他喜欢的一定不是我这种类型的。不一定啊，因为舞蹈圈长得好看的男生太多了，所以他根本可能对。马瑞，你说你自己长得好看是吧？马瑞的意思就是不是说的非常对，不是，对，你觉得你会选择哪个？就马瑞，我可以选择两个吗？没两个，可以，没两个。就是刚刚大屏幕里这个，然后还有哪个？这个任总，对。那你这样子，你讲一讲，就是为什么会选择他们两个？就这位我是看的坐姿，然后还有他的长相啊、发型什么的，我会更喜欢那种。他这个是什么发型？他有时尚，他有没有发型？头一次有人说喜欢我的发型。我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打扮来说比较中性的一个女生，然后我的头发我也是，就是我之前剪的时候长发及腰，一下剪成寸头，我特别喜欢男生干干净净的。啊，问一下袁晓，毕业之后都做了一些什么工作？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舞蹈老师，因为这是我从学舞蹈开始的一个梦想，所以我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做舞蹈老师。跟我的工作室是吧？对，现在工作室也还在。方便告诉我们你们大概这个月流水大概多少？去年的时候有算过，可能在8月到11月的话，一个月总共的营业额可能有可以有20万。已经毕业这么多年了，你也一直在做工作室，你也做得不错，你干嘛来求职啊？我知道我肯定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从不管是上学的时候还是工作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其他的行业，然后我每天身边基本上都是这些人，我觉得我都已经25岁都老了，我再不出去看一看的话，我觉得不折腾一下我就没有时间了。而且我的合伙人他也非常支持我，我现在能够抽身了，我想去尝试一下。袁晓，我打断你一下，就说你刚才说你的当老师的梦想就是想成为一个舞蹈老师。对对对。那你现在就说我想接触其他行业。我的舞蹈老师我不会丢掉的，因为我们的课啊什么的基本都是在晚上做。那你是兼职做舞蹈老师，全职做别的事情？对，我想尝试、okay. 特别想去尝试一下。那你觉得你想试哪个行业，或者是说你有一定的基础呢？你要知道职场是要看能力的。说实话，就是我自己也觉得比较好笑，因为我自己心里可能我都不知道现在都有什么行业。我来的时候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所以我刚刚说，如果各位老师觉得有比较适合我的行业的话，也可以帮忙推荐。你要多少钱薪酬呢？我写的是6000。有地域要求吗？地域的话，最好离北京近一些吧，不要太远。
北京、天津。来，第一轮选择去或留，请各位企业家做出判断。还剩下七盏，啊，想问一下灭灯的企业家为什么灭灯？如果有适合的岗位的话，它是一个靠谱的，但是我没有适合的岗位。谢谢老师。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抽手中折扇，白叶凋香归云自赏，如图来的金藏在明香归的参差经年里催出痴情，我梦念想成手机大几圈大规则让原地滚乱破除，来之前我有看过咱们这个节目，陈老师吧，是吧？就是在春节那个节目吧，有跳过一段舞，我也想教您一个，您能来模仿一下吗？小小的，就一个动作。好，好，好。希望我能够不负众望啊！右手拿扇子，然后用左肩和右肩画八字，然后对，然后双腿弯曲，弯曲的同时来做这个八字肩。不要太大，重拍放在，你跳像条蛇，他跳像，重拍放在我们的肩膀出去那一下，八字，咚，大，咚，大。哎呀，好猥琐！谢谢谢谢谢谢老师。正合了网络上那句话，男人要是妖起来，没女人什么事儿。接下来我们也请心理专家进行心理投射分析，来，有请陈老师。袁晓，请你解释一下这幅画的内容。我这幅画的内容的话，就是很简单，一条美人鱼在海里面往海面去游。首先呢，特别肯定一点，画海的女孩，首先你的心胸是非常非常宽广包容的，所以说过去的一些不愉快，我想通过你这幅画投射呢，就肯定过去了。但是呢，既然画了没有云，太阳在上边，太阳呢在投射心理学代表着父亲，你既然画了太阳没有云，那就说明你对父亲的渴望，太阳对你这个年龄来说还代表着男朋友，又渴望找有男性同事多的那个地方，就说明你现在考虑成家。所以说我特别支持你啊，在求职的同时要迈出那一步，好吗？好，谢谢老师。我觉得袁晓，我觉得你不要放弃你的专业，你是目前非你莫属，我七年录制以来作为普通的就是求职者选手跳舞跳得最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对吗？大家认可吧，跳得最好的。所以不要因为想去过于证明自己，说我可以做其他的，我就去证明自己，而放弃你本身非常极致的东西，很美，刚才那个真的太美了。所以就是我觉得你想认识男人，不是你想认识，你想有更好的社交，或者你想更好的渠道去认识，去交朋友，交不同职业的朋友，但是坚持你自己的专业，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美。我想替袁晓说一下，就是他们这个行业其实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可以有很所有人都能干一辈子的，
所以这个他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去着想，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我同意东北建议，我也同意小小今天的选择，就是我们那么多年为一个事业奋斗了那么久，我们能不能基于以前的事儿，能为未来的事业做一个基础，能有更好的发展？我觉得从现在的年龄开始选择是一个特别明智的时间点。哦，非常支持你，小小。接下来我们要做出选择了，第二轮选择去或留，请各位企业家做出你们的判断。好，只剩下一盏灯，我们。